Hello，大家，我是这个澳门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铁人湖啊。啊，这边凯被禁了，貂蝉、吕布两个情侣已经上了。这边的话，他选法师，那我选个射手呗。一击，一击就一击吧。灵活收割，你说我们要不要用第一套？用第一套试一下吧。只是这双鞋子将仅减10%的 CD 是吧？没事没事，跟他们拼射手法师。哎，最后一个不是说你钟馗吗？怎么又换成了下路辅助？谁在下路啊？兔女郎、花木兰、阿西巴。叫这个名字，安息吧。哎呀，等啊等啊等，怎么匹配这么久？关羽，对面的关羽卡住了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农药啊，好比毒药啊。走过来，来一枪！左一爆，右一爆，哎，为什么他变成走下路来了？貂蝉，你不就和吕布一起吗？变成辅助貂蝉了。别走呀，帮我多打两下呗。等等，李白来了怎么办？啊，李白没来，李白居然不来，不来拉倒。李白可能在自己家打野吧。我这一枪是等着，就这一剑啊，是等着给对方花木兰呢。哎呦呵，居然还打到我！哎，对方下路居然没人，他们连塔都不要了吗？哎，这还有一个鬼。大哥，我没有大招，你叫我进攻，怎么进攻？他这小兵就还能跟着我。这么快花起进攻，我都没跟上他的节奏。哟，一下都没打到。我先拆塔吧，反正关羽不下来。哎，被我射死了啊！我先清兵吧。
死歪了，对面好可爱，怎么这么快死光了？来一发，再来一发，这样也没抢到人头，这钟馗好傻，就任我打他，他都不打我。这李白也傻，冲过来不打我们，在那画圈圈干嘛？我的二技能可以抵挡他的大招，哎，是吧？打个蓝 buff 吧，你们都没人打。给我呗，找赵，小赵，别跟我抢呗。对面形势一片大好啊。关羽到哪里去了？找不到。你说这关羽有个球用，现在有点卡啊。等一下，等我打完这把。等我打完这把，再去把 WiFi 放。先走，先走，这家伙顶人很痛的。我先把塔给打了，快跑快跑！地方李白也来了，关羽也来了，我谁都打不到。乖乖，飞个城五点血，再出来万弹。冲上去支援一下吧。诶，总算是有一个人头，这么久才有一个人头，然后对面花力不良，17-1。
小白你要干嘛？哎呀，怎么打到小兵身上？浪费我的大招啊！这个虞姬的大招吸力好短呀、啊。哟，对方开始放子弹，马可，看我有没有老四，四歪。哎，我靠！我被钟馗砸死了，早就应该离开这个地灰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这么死了，好亏呀、啊！一下，两下。雷击挺不错的，去打马可，一枪射死。尬赖，我们貂蝉很溜嘛，快超神了哈！这一步也太容易了哈，坦赢，我连输几十场啊，十几场，难得有机会坦一场。这个技能好远，又是他超神哎！我说这么几个人头先，没有吸血之刃啊！那个打两下没一直没血，呼呼被拉走了。哎呦，不行了，我要走了。其他靠队友就好了。这貂蝉很溜嘛。我操，还在不停的肆虐之中。两个超神啊，能不能让我超一下城？我没上去就赢了，阿西吧，最后一枪还是我补的，这群队友都疯了，最后都疯了。不错不错，都挺溜啊，给你们点个赞。这局打得还不错。